Construction of dangerous rather road users. And section 17A of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chapter 245, participating in an authorised assembly.
現場全部嘅朋友啊，留意你哋嗰個攝影機啊，因為我哋部分同事太近咧，驚打多佢個頭部，你小心少少。好啦，正在你搬嚟嘅人士咧，請你哋配合我哋嘅工作啊。如果你自己企起身嘅話咧，我哋係唔需要使用任何扶力嘅。請你唔好反抗啦，咁就可能會整翻你自己嘅。好，現場請我哋嘅傳媒同埋記者朋友咧，請你讓開少少俾我哋嘅通道啊。咁啊，向兩邊嘅行人路咧，稍為近咗少少。咁我哋現場傳媒聯絡嘅同事咧，會係大家咧係向兩邊咧係近開嘅，因為我哋嘅工作咧係需要咧喺呢個位置讓開一個通道啊。好，我哋現場傳媒聯絡嘅同事，請你哋幫幫手啊，邀請我哋嘅傳媒朋友近去馬路嘅兩邊啊，留翻中間嘅位置咧，俾我哋繼續進行。好，傳媒朋友可以近去兩邊繼續進行你哋嘅拍攝工作嘅，請我哋同我哋合作啊！請你哋同我哋合作。因為咧，你哋而家呢個位置咧，我哋係冇可能咧係繼續進行我哋嘅任務嘅嚇，請你哋向兩邊騰開。我哋傳媒聯絡嘅同事咧會埋嚟咧，會係。在這裡再次呼籲後面的市民啊，希望我們是很懇切地希望你們能夠和我們的勸喻盡快和平和有秩序地離開這裡。現在已經是去到凌晨五點鐘了，希望你們能夠咧配合我哋嘅工作，盡快咧將路面咧重開翻。好，傳媒嘅朋友，請你哋真係啦，向路嘅兩邊褪翻開少少，唔該。嗱，我見到有影我上嗰個梯嗰度嘅，麻煩你哋落翻嚟先，麻煩你落翻嚟先，然之後褪向兩邊嘅位置。嗱，因為我哋係冇可能做到嘅，唔該曬。唔該曬啊！我哋全部聯絡嘅同事，麻煩你幫幫佢哋啊，向兩邊嘅位置去褪翻開，麻煩你哋褪翻開啦！啊，全部朋友，啊，請你哋落翻嚟啦，讓翻開一個通道，啊，俾我哋嘅同事咧繼續執行佢嘅職務啊！配合我哋嘅工作，唔好出扮忙，自己企起身。配合我哋嘅工作咧，係我哋咧就唔希望到你咧係受傷嘅，請你自己企起身。嗱，我哋而家咧會用呢個電話咧，我哋會開翻一個通道出嚟嘅，請現場嘅傳媒朋友分開，褪開少少，我哋而家咧係。
會設定一個警察的工作的通道的。現場的朋友請你們小心一點，趁開一點點，朋友請你們趁開一點點，讓我們設定通道先。在中間的位置正在設定通道，我們希望呢全部朋友你們是讓開一點點的位置，那我們是會讓你繼續進行你們的採訪工作的，你放心。黑色衫那位傳媒工作者，麻煩你翻翻落嚟先，係麻煩你翻翻落嚟先。我哋需要搬鐵馬，麻煩你翻翻落嚟。黑色衫呢位係呢位傳媒工作者，唔該曬你合作，唔該曬你合作，請你褪翻後少少，我哋需要咧用鐵馬咧開設翻我哋警方嘅工作嘅通道啊！歡迎歡迎
我哋咧就頭先嘅現場指揮官咧俾咗多次嘅警告，亦都解釋咗今次違法嘅情況。希望你哋能夠咧明白，我哋警方咧係一向咧都係公正依據法律咧去執行我哋嘅職責。希望你能夠咧係盡快配合我哋嘅工作，重新咧去開放翻遮打道呢個位置。你哋而家呢個位置咧，其實咧差唔多去到凌晨嘅5:10咧，好快咧就進入咧翻工嘅時間㗎啦。希望你能夠配合我哋警方嘅行動。希望你哋明白啦，咁啊盡量配合啦，冇作出反抗啦。我哋咧就都唔希望咧有任何人士咧受到傷嘅。包圍網先，包圍網要捉低咁捉。